他们家什么玩意儿辅助？中路俩人啊！来来来，嘿，推，咬。我都没想到他家居然能是俩人中单，你赶紧推啊！你赶紧推，我们直接二级把这女枪给越了。这把蜘蛛辅助相当的顺利，就这种一个人搁塔下，我们是最喜欢的。你能不能好好补刀？推线，速度推，推咬，起飞降落。把药吃了，一会儿女枪敢过来啊，继续把他杀了。我来了，闪现捆，爆点炎，咬，起飞降落，躲个瞎子头，杀这 ADC， 咬平 A。捆 W 扭接 Q 平 A， 哎，刚才那艾克 buff 咋没了呢？回家。这个主播真懒，万年标题不换，管的事儿真多呀。先来个法穿海吧，关键也不知道换啥呀，没啥好换的。这 ADC 怎么都五级了，我才三级玩呢。婉豪下来了，婉豪，婉豪辅助来了。我吐你一口。婉豪下来了，亚索上去了，中路是个艾克呗，行啊。婉豪一个上单打上辅助了，哎，一打换溜，推，没蓝了呀，我得把他杀了，拿个蓝 buff。咬，起飞，降落，走位，哎呦，有点痛。别急啊，这女枪可以杀，可以。痛。谁的传送？婉豪的传送吧，啊，回家了。蓝不太够了呀，过家
我突然感觉这蜘蛛应该带个那什么，应该带个饼干，蓝不够用。上走了 ，TWQ， 耗点盐，起飞降落，咬一口。炸他一下，可以杀月吧。快点推，玩呢。哎，我为什么 E 他了呀？我没有 E 他人呢，我 E 的是小兵啊。我点的小兵怎么还 E 人身上去了呢？那啥玩意儿呢？卡 bug 了，卡 bug 了，可能我真的没点他人。刚才我 E 的空地，完事我点的小兵，给我下当了。我到了啊。先插个眼儿，这辈子他们没有眼儿 ，ADC 就能安心补刀。我们去中路抓人，你给我放！哎，这小子居然不 E， 我预判他 E 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直接给我越他！我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！有点乱啊，有点乱，有点乱，现在是有点乱，这不对。我得再往中路走一波。能杀，来一下。好，来等一下 ADC， 你为什么要出去啊？咬死他 ！TWQ A。哎呀，好闪现啊！嘿，他不敢来，让他踢，你直接干他一枪，一打半溜，咬起飞降落，看你的了。我们无敌了，把他杀了得了。
哎，小果子可以。哇，这小果子救命啊！这小果子，哎呦我这小果子，太对呀、啊！来一个美甲的窃魂卷，配一个发电机，我们无敌了。来吧 ADC， 我来辅助你了。这个蛤蚱没有人打这个，我可打了啊，我们打个蟹先。这个位置有个眼儿，先来这里插个眼儿，一打棒子抠咬，这 ADC 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起飞降落，来呀，都没有血了，等会儿啊，可以上来一打转溜 Q 咬套点盐，我没有起飞，我没有起飞，哎呀可以 ADC 起飞了，我们十四层美甲的窃魂卷了啊！走了，回家了，差两百。哎，靠，差两百，差两百怎么办啊？杀个蛤蚱吧。哎，正好两百，走了。这位置有点危险啊，我们不在这儿回城，我们在这儿有可能艾克过来了。一打棒子抠，炸到了。艾克要来呀、啊，这插个眼儿啊，别急。希望他没闪现，一打不了 Q， 先打他一套，不上，我们没有血了，小回一波，这艾克怎么的呀？来。我就害怕谁有闪现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烧，我可能会死。一来一打不了 Q， 先杀蛤蚱。哎呦我操！我飞一下好了。你看，我就感觉我要死，我就不想我打了，我就想赶紧回家，不愿回家。
活该，怎么活该了呢？那队友打上了，我跑了。我操！我这波杀心术我自己都不要了，我跟我们队友打完，你说我活该？白眼狼是吧？是白眼狼。好了，你来，把这蛤蟆给我杀了，死，致命点烟，哎，咬，来，滑风柳 Q 一，跟我玩，小伙子。靠我点盐，24层了啊！梅家的窃魂卷，走，杀个亚索，别让他看见我们，直接 E 啊！推，咬，起飞。再咬，回家了。嗯，无敌了。我决定来个沙漏。呀，这红 buff 刷了，我们的红刷了，把红打了。小龙可以打一个。走中路团一波，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要一波啊，喊个眼来，一打放溜放 Q， 先杀这个那个晚豪，一起来下来咬一下，950。回家出沙漏，去下半段野区吧，上半段野区没东西了。下半段野区去蹲个人，比如说蛤蟆这种的，基本上蹲到就是死了。先扫他一下，这里有眼儿。人有点多啊，先撤一手。一打半溜都咬死蛤蟆，落眼儿，可以。抓我，你也不问问有没有队友。右边我不太敢去呀，我先扫一下吧。对，这个位置给我放个眼儿，我就能知道对面到底哪来了。再查一个，这蛤蟆敢动、哦、
我们往这边走啊，卡他一波视野，这个蛤子让他烧，先卡视野，一打不了 Q， 先干这板猴。一打半溜，都咬死。推 A 一打半溜咬，我隔墙也能打人的兄弟。还不有封墙啊？我把车收了。回家出法穿棒，隔墙还能咬，能咬啊！蜘蛛 Q 的那个位移距离很远呢、啊，它这个 Q 有这么大的范围。隔不隔墙无所谓，主要就是范围。我们差两个人头，把这两个人头给他拿了，要杀俺们家 ADC， 带上我的小蓝莲汉，出发。一打半溜 ，Q 咬，人头居然不是我的，我都没想到。一 W Q 死了，推咬死他就完事，拿下。一打半溜，好飘逸啊！推，咬死，那牙锁指定要上了，这是啊，斩风呢，要飘逸了，来吧，来。一打不了 Q， 咬起飞，他踢不过来，等他 Q 消失的，我们还有钉呢。耶，打不了 Q 咬，拿下。